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天天话题加拿大版风华资讯，我是主持人苏慧文 Susanna。 那现在呢，新冠肺炎疫情呢还在持续的蔓延，那大家呢除了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做好外在的防护之外呢，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以及保持心情舒畅呢，对于预防新冠肺炎呢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百草园，来邀请我们的百草园的园主 Vivian 张建辉女士呢，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通过这个健康的饮食以及音乐疗法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以及我们身体自身的身体素质。您好，温面。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刚刚进来这里呢，我就发现这个百草园非常的大，而且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蔬菜和水果，可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不一样的蔬菜水果呢？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张建辉 Vivian。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进入百草园。是的，对，像你说的，主持人，百草园有很多的有机蔬菜、有机药蔬，还有药材，还有果树、嗯，对，很多种，有上百种。嗯，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只种植有机蔬菜吗？对，像你说的，百草园的理念就是要有提倡一种健康的生活。所以我们种植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有机的，那么有机蔬菜还有有机的这种药蔬，看到了，这很多种类，对，都是有机的。那么刚才你提到为什么要做这个是吧，有机的啊，有机这是一种，其实现在生活中呢大家都清楚要吃有机的，可是我感觉很多个家庭那么重视程度并不够。知道吃有机的好，但是为什么好，怎么好法，这个重视的程度我认为还欠缺。所以呢，百草园的话呢，我就是提高大家的认知和生活水准的，那么就是想给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大家真正的认识有机蔬菜。所有的有机蔬菜你看我们这儿哈，是全都是没有肥料，就是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无化肥无农药，那么更没有任何的催熟剂，也没有添加的那种添加剂的化学的东西，更没有转基因。那么普通的蔬菜实际上这些你看着很漂亮的叶子上有可能残留很多的喷的药，那么家庭里头我们都知道洗菜的时候说用各种的方式，我看电视也好广播也好书本也好教大家怎么去除农药，当然了可以去除一些，可是还是有很多的残留，是这些残留的东西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那么包括现在说这个疫情，这个免疫系统有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对这个神经，就是人的哈神经系统很不好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对男性，现在说这个生孩子问题，男性的生育能力，那么还有一个导致残留物导致癌症啊，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这些病，实际上跟我们日常的饮食不注意的，或者叫这种生活方式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百草园实际上是倡导一定是有机，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所以我们所有种的，你看这些蔬菜，是，然后这边的药蔬全部都是有机的，对，就是为人的身体健康来考虑。对，其实我知道有机蔬菜呢，它不仅是这个更加的自然，而且更加的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它对于提高免疫能力也是有帮助的，是吗？对，咱们这儿看一下啊，说提高免疫能力呢，实际上有机蔬菜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因为它没有农药的残留物，那么它的就是抗氧化剂的能力是普通蔬菜的200%到300%啊，这么多。对，所以有机蔬菜，对，认知了有机蔬菜真的对我们是特别有好处的。那现在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护肺和养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有哪些蔬果可以有这个功效吗？
对，这也是我现在要介绍给大家的百草园本身。你来，我就想把这块一定要重点的给大家说一下。那么我这块有很多的药书，是实际上是入肺的。嗯，你比如说大青叶，具体的功效我就不一一说了，但是它是对肺非常好的。那么我们日常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吃不到这个药书，那么还有一个叫白色入肺，入肺经，所有白色的蔬果，你比如说莲藕、白萝卜、木耳，然后我们吃的这种梨，大梨白白的，所有白色的东西都是养肺的。哦，是吗？对，这里头就是说到了五行，五行里头金木水火土的金实际上就是主肺。那么金是白色，所有的植物里头的蔬菜水果只要是白色的，这段时间我是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所以要注意白色的蔬果。没错，还有些配方。那其实呢，在疫情期间呢，大家呢都很少出门，很多人都需要待在家里面。那在这种时候呢，大家都如果要是有一个像您这样这么大的园子，如果可以打理一下这些这个蔬果呢，也是一种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是吗？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在家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像这种园子的这种打理呢？当然可以，就是散心呀，舒缓压力呀，这段时间每个人都需要，我也是一样。这么大的园子呢，是需要很多人工的，所以有工人。这段时间我就来园子比较多，带着孩子，因为时间大部分的时间封国封城都在家里面，那么很多的压力，真的这种压力是潜在的。所以到园子里看看这些有机蔬菜，然后呢对这些苗有一些爱心，实际上你把注意力就转移了。那么还有外面的空气这么好，阳光是吧，然后很充足，所以呢对身体各方面都很好。这段时间的话呢，你提到了说都像这么大的园子可能做不到，那么我们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就是百草园做了一个示范，就是家庭很小的范围也可以做到。你养一些自己喜欢的叶子的蔬菜，各种的蔬菜你喜欢的，从种植，从土壤种植，然后培育的过程我们都有示范点，一会儿你看一下，带着你看一看。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园子来自己采摘，是吗？对的，我们这是会员制，当然现在是会员制的话呢，大家是分着不敢同时约，因为疫情的原因，对，要注意隔离保护。那么同时让大家散心，一个是自己采摘，那么还有一个呢对这个蔬菜的认知，我们会能够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下讲解。对，百草园也有一些会员，那么大家对这块的药书很受欢迎的，这边对有很多的药书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这些药书有普通的市场和菜市场，我还没有有的没有见过，所以的话呢我是欢迎大家到百草园来，对，给一个展示。百草园就是一个抛砖引玉嘛，给大家一个展示，健康的展示，生活方式的展示，然后家居生活怎么更丰富多彩，减压舒缓的一种展示。是，是的。那如果要是大家呢在疫情这段期间呢在家里面无聊啊，也想来到这么大的园子里面来体验一下这个采摘蔬果的这个乐趣啊，就要联系百草园以及我们 Vivian 了。那百草园的电话呢是604-616-8998。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呢我们将继续请 Vivian 跟我们讲一讲关于怎样提高免疫力的知识。欢迎大家来呀。